是宋明翰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绕口令：且南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；且北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着个五金躺嘛。今天我要用客语快板的形式把这一段绕口令呈现给大家。认识我的观众都知道，我在客家电视台《日头下月光光》的节目待了5年，但是客语还是说的不怎么样。所以等一下，要是有客家同胞觉得我发音不标准的话，打烂你的电脑。接下来，这是我的不负责任客语教学。从南边绕一个阿盖，伊绕住的一个喇叭；从北边绕一个喇嘛，伊手拄着人五斤海带。大家听懂吗？听不懂没关系，我一句一句帮大家解释。从南边绕一个阿盖，这个阿盖就是哑巴的意思。绕读的那个喇叭，绕读就是腰上。从北边绕一个喇嘛，喇嘛听发音就知道喇嘛。修读屌人嗯金海带嗯，很多人都说海带嗯的发音很像海带鱼，其实不是，海带嗯就是塔嘛，比目鱼。这样大家了解了吗？了解的话，我再说一次。从南边绕一个阿盖，伊绕住着那一个喇叭；从北边绕一个喇嘛，伊手拄着人五斤海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